7月21日，西班牙报纸以性、金钱与功夫为题，刊发了一则关于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的报道。国内一些媒体称，该篇报道提到，释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亿美元存款，美德都有别墅，曾跟某大牌明星有染，还包养一名北大女学生，跟其育有一子，现母子住在德国。记者搜索网络发现，类似内容几年前已有。昨日，少林寺事务处对媒体回应，方丈在少林寺上市和拆迁问题上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，被到处造谣。昨日晚7时许，少林寺外联主任郑书明告诉记者，少林寺方刚刚通过相关机构联系到了西班牙报纸的原作者，文章有些内容可能被国内媒体误读，现在正在核实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